错，我们来得正好。抱歉，舰长。我就知道你，哼 ，A872，你的花样可真多。冷静点，舰长。我说过了，冷静，舰长，别冒冒失失冲过去。你不是那人的对手。Delta， 你还要跟你的新朋友继续聊天吗？不过在这种事情上，你确实可以给那位舰长一点经验。比如，他们都是自私的人，在自我满足中给所爱之人留下不可磨灭的疤痕。别担心，时间会冲淡一切。你的幽默感真是不分场合。好吧。既然你觉得不好笑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所有的德丽莎都随着 A872 一起消失了，这等待已久的时机不能白白错过。这副惊讶的表情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 A872 依靠以太起点打开了链接各个世界的狭缝，将所有的德丽莎一并抹杀，当然也包括了他自己。我也没想到他会做得这么极端彻底，还真是令人感动。想要跑回修伯利安上开始意识映射吗？别傻了，你想想，作为悲剧的主人公，在落幕的时刻还有什么力挽狂澜的可能吗？更何况意识映射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，他只是给你一次作为旁观者的资格，而不是成为救世主。你太依赖意识映射了，以至于当真正两难的抉择出现在面前时，总是幻想着第三个选择出现，但无论选择多少次，结局都无法改变。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，做不到的事不会因为坚持而做到，也不会因为一句我能做到而发生奇迹。你只是在一次又一次重复尝试，便利痛苦罢了。这种局面我早已经历过无数次，所以才在这里好言相劝，建议你面对现实早点放弃。这样吗？那还真是可怜。说够了吧，我们该走了。的确 ，Delta， 你说的对。那么，再见，朋友。希望你和自己所说的那样，能够找到自己的路。
Thank you.